他已经不信任我了。跟我说最坏的结果，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？计划什么时候结婚？现在患者家属的情绪极其不稳定。对不起啊，林老师，您要的承诺我现在给不了你。那你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。即将携手进军德国。况且他们俩还要去德国一年。一年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给我一个解释。我办理去德国的签证需要医院出具的证明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收到，对不起。不想听到你跟我说对不起，这三个字现在对我们来说有意义吗？我不需要你的道歉。我告诉你，郭伟，作为男朋友失败透顶，作为医生你可能还有救。你别忘记你跟我说的话，你为什么想当医生？每天都踌躇满志的，一直要当你们最优秀的医生。我最瞧不起这种轻言放弃的人。放开我，把时间挤得就是为了找我。对不起，让你失望。你这么自私，你懦弱，你在逃避。